他最烈的酒，泼最野的迪，泡最帅的仔。你有这样和你姐夫一起浪的闺蜜吗？前两天上海的小童找到我说要订四只乌鸡叮当镯，还特别强调要一模一样的，他是给他闺蜜团订的，四个人一人一条。我呢在工厂的同一块板料上给他起了胚，料呢也已经漆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打磨抛光。起货了，整体看来肉质比较细腻，小圆条特别轻盈，不像一般的镯子厚重感。黑色的乌鸡啊，独特有个性，特别适合年轻小女孩夏天佩戴。闺蜜呢，就是那种虽然没有一起出生，但能一起祸害苍生，一路相互嫌弃，却又一起犯二不离不弃，一个眼神就能有心领神会的那种默契。不是情人，不是恋人，却是那个最懂你的人。你拥有那个最懂你的人吗？